我爱喝酒，爱交朋友啊。韩国瑜旋风席卷大陆，央视一哥白岩松黄金时段解析，30分钟讲好讲满，投获不多，收获可不少。卖水果能够卖掉台湾吗？面对罚款、控告、抹红，韩式金句大爆发，好笑又解气。他有没有犯了外遇罪？为什么要按铃申告韩国瑜的外患罪？2020谁与争锋，选还是不选？韩国瑜的心里话。老鼠脱拖鞋，大的在后头。周日上午9:30，锁定中天新闻，两岸中国梦。